哇，这样不对呀。
啊？我要去比赛，弟弟。完蛋！起来，我配音。哎，文蛋！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小纪老师。很多食物饮料上面都有反式脂肪酸，你知道反式脂肪酸的危害吗？可怜吓人！哎呦，这个反式脂肪酸每年致死超过500,000人。零食、烘焙食物和油炸食物里面的反式脂肪酸是非常集中的。反式脂肪酸会引起发胖，引发心血管疾病，诱发糖尿病，损害记忆力，甚至会影响生育能力哦。所以大家尽量还是不要吃或者少吃。关注小纪老师，教你吃喝玩乐养生法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小纪老师。很多食物饮料上面都有反式脂肪酸，你知道反式脂肪酸的危害吗？特别吓人。反式脂肪酸每年致死超过500,000人。零食、烘焙食物和油炸食物里面的反式脂肪酸是非常集中的。反式脂肪酸会引起发胖，引发心血管疾病，诱发糖尿病，损害记忆力，甚至会影响生育能力哦。所以大家尽量还是不要吃或者少吃。关注小纪老师，教你吃喝玩乐养生法。
对，现在都需要。